走赖的，那不是又是下来，他们不是又叫我，我看你那下来在这儿呢。黄哥说环保军警，环保军警了，那没人了，你走吧。我看你那下来正在了。这多人了，没人。啊，没人。可不叫两车，几个人多不多？换了吧，换了，换去。好，走，来。嗯，上那块换了吧，换了啊。出坑。我收宴客，我收羊了，那违规。啊，急了。这个局把警务上去，吃得住，吃得住。我挑边疆。挑边疆。阿金边名。崇山路兵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打开门。啊，谢谢。崇山路。我操！你从板上了，那坐还没根儿嘞，咬着根儿干啥？不咬根儿。打你们狗了，这不？咬根儿干啥？上了兵了，都想走了。那为啥？冲！去看看。去看看。你没啥好玩儿，现在你正好出局不是？正好顺路把局拿出来不是？哎，工资抓他干工你？干工为啥不干工他？啥玩意儿？你记住，他干啥？他不干工你啊？我跑了，你不要跑了。知道，他等我跑了。我干嘛了？俺上面，哎呀，先上他了，老这儿，他等着不好走，上他举出来了，龙男子，让他背着带上，带上他吗？谁有把举高脚头？弄弄呗，让他背一路儿都那个那，要不然一得有气啊，得显生气，一得有招有气啊。来呗，想弄，不行，不能先跳会儿都跳。小看龙男子，家背包背着啥样？小黑，你来，你来，他们家嘛。妈扯到那儿，妈扯是，妈扯到这儿来。继续上，我有带你上去，妈啥错了？上哪上？上一边上，咱们保上一边啊！上班上班了，局干啥？下回妈上局出局了，准备出去抽了，抽了跑了。上班，妈上出去。妈上真巧，你上这干嘛？上那个嘛？哪哪个妈都能上，这个妈也能上，都可以上，这个妈也可以上，哪个妈都上。然后你拿了，你来，咱飞。嗯，赶紧跑，先挑这个。对了，赶紧跑了。嗯，就想把马弄过来的。哎，不想吧？啊，想不敢吃吧，现在。想。他现在暂时不敢吃了，我打一个鱼就敢吃。哎。那。那打一个鱼。那就看着呗。这鱼看着吧，看着打过去，把这个打了。看着打你打。你打没干活呢？打几把？你不推一下，他就打打吧。练打。嗯，变大。有鱼网在搁到那头吗？嗯，那不好搁，不太好搁，真不好搁呀。他都等过了，搁那时候他等你，搁那时候他还等你，等你等不到了。不能还马上上来，这个是最大的，不会等你，直接给你掠过去就错了。打住就行了，打过去打门，他一接门再把这个变速一打，倒地跑。嗯，都是吧？这就可以。嗯，没，先咬住啥来着？他在硬刚。大饼来着。要没。去烧点粉去，俩箱子的。先把日本兵打了，他不硬硬招，打哪儿的硬招？他不硬硬招？你打这门儿他？我想不知道另外的了。你撂高枪一个啥？撂高枪，把这个树给我打了啊！啊，打那个。你倒对了，不倒地。那你也看那练着使呢，你打了是个仙术了，打了是个仙术了。小居然小跟那个边路小啊，他不硬招，就在这儿。硬招怎么打？硬招的那个兵，打不了一分。怎么啥说？那个飞枪，打吧，再打过去，打，还不慌着。下来了。倒地跑多少下来？他连挡都不敢挡，也敢挡，不想敢挡，敢挡，他推他一下，他哪跑挡吧？你就是他哪不行了？一挡你跑再推一步。挡一步啊，最好是挡一步啊，不挡一步，他倒地跑马就下去了。估计他敢不倒地跑，不疼。不知道。下来一条吗？他估计是先打一步响，然后再下，然后他来走。这是搞着蹲窗，然后来走。响声中。我现在想回来，我来回来。本来是不想挡着这个。这啥？那金马握上了。金马我来顶他。金马顶他，你老是顶。你其他没好分啊？这算进去？那吃饱再先吃马了。我吃马不吃得饱。你今天先上一个。吃马看着完了。吃中马吃。嗯。吃中马也中啊，你又不吃得吃。怎么吃中马掉两万了？那吃完了。那只能吃一个，不能要吃俩。对。喂，装鸭蛋，我鸭子走。吃它吧，它放回来的，放这都没用。我一吃，它就成马笨。你吃中饱，吃饱不好吧？吃饱。啊，吃饱，一个马跳的。你那马跳的跳的。
你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吃吧，说也吃了。我这个就是，他妈炒板上了，你不叫他吃了。吃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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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边都有，管不住，管不住人家了。你也不，他不到那份上，你又你他晚上就这个情况，有点生气。又走那块了，他那个妈不满上，他那个妈是个危险。他那个妈也说，他比赛亏分了，这他那妈那么好。对，黑这个我操妈上去。啊，你这个人不发的，你那个局，他抽好几步，一步给丢了，都亏了。现在怎么？现在他去哪了？你跟他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右拳，连一拳都没起。妈没上来，暂时绷不住。你不参加这样一次，是你自己跑不了两分，冰箱里面都能给你。站这么来了，咱俩个有劲儿。那咱们他站着把他枪可以把跑他。大宝，你能出镜？该我就我了。那你先劈他一下。嗯，该我讲就我讲了。该挑刺挑刺。我挑那是没用，我靠，你讲他了。桌子站着多难了，怎么挑桌子？挑那个用炮，挑是有啥用？用炮讲他了。挑是炮，这中炮讲出来。这边人，他准备收了，他收上那个山东县的阴阳枪，你把他阳枪了。今天都收了。刚才出来，我在这时候给收了。他这个套，收了，现在要掉一下。你们想，反而这几个地方随便跑。啊，随便你那边他吃你一串。现在捡的两一桌，咱的那个两一桌，他窝到那边别着的吃了，他不用着。你们揣的几袋？这家车就收了。哎，莫得奖嘞！莫得奖，他翻我，他弄我一奖。先他弄你奖，那难，那是难。先坐香，弄一奖好不中了。还抓着油炮。然后推这儿，推这儿，电棒一来，一会儿电不离了，弄电了，还能电了，电力挂上不给他拆了，电，你拆了不活了，你给你供啊，我这要再拆，那不是电力了，你要推这儿，你中炮一样的电炮，你挂一样，抽取了电局，不是再拆个炮，这是关键在这儿，那炮也推过去，你再挂中炮，知道吗？你自己挂断，他电中炮，最起码他能分响是吧？分响那种难受嘞，知道了炮了，他炮不敢跑，他这局还在那边，我局不能动，我家局有人物了呀，中炮挂一下，他只有分响，他估计不敢直视吧。知识呢，老蒋，瞅哪边都不好说。知识吧，是知识都我讲了。外讲，外讲知识，外讲套的。这知识写啥嘛？外讲套的。那回想。哎呀，拱不动了，还是要是拱不动的。你不是咋的呢？是往那边师傅去了，到那边师傅去了。他妈，时光快一点，啥妈吧？他妈，他直接推我就整严肃。等东西啊！老同学，不来啥用？是你妈？怎么进去？这啥响？这个太像好事了。我弄啥响了？那啥？那啥响了？都废弃了，这邻居这个废弃。进去先看着一会儿。进去看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明早。这意思。中炮，哎，嗯，来打嘞，我老蒋。你问老蒋不上市啊？给你打车钱，给打车。先开奖。想问老蒋。问老蒋。啊，你问老蒋再打的。嗯，这给打都行吧？先打不好。先打有啥不好的？他又不敢打你一局。先问老蒋。咋的去小步了呀？马后炮啊？绝对选马后炮，人家这他打局他是啊，你这劲儿绝对选手啊。那不是抽老蒋肯定没有大事了，其实没有大局，大局这是确实有大局，你大局人家这样啥的地势，你能我让他我也行，啥的地势，然后他不打我都不能退了，也行，也是选手，这样啥事了，先你说不行吧，死大局，你先大局了，他有啥计法，他能一摔你不抓他，你只要不死，哎对的，他打我了他，啥一张，啥一张就退，啥一张马退就过了，打啥一张，不讲这么死劲，这样马一退，退到他何家就好。还是没有大气泡，大气泡。再强一些，哎，要提什么？再提着杆，哎，那简直妙妙什么？什么世界上来的？贴不得杆，上马运动的，都没人贴杆，跟贴杆没似的。那不是我讲的，那你也推，哎，长毛。好，我说那个，你说让阿姐买俩烧鸡来，阿姐说不要买了，长毛不说过。别听他，我该买吧。好，我弄俩大香肠，弄卖了。好，他阿姐有个大香肠，不叫卖，我说先，那个先，好，提冰冷先去吧。一下子，给那个甜点，给那个拿那个甜点，你就走。嗯，装，我知道，一会儿那我还敢计划卖。啊，好嘞。嗯，好嘞。哎，这其中
下去好感觉。这你跟那些往下手手就往下转。那是不成劲，是不是？不是。收妈绑不收不了，没料退回来吧。这个你跟那些一下手的那个点位直接退回来了，他妈一下封得死死的。退了不行了，他那个啥，这那没啥，他举缝子那个炮缝子。这样还不如刚才的大局好一点。大局的炮能往吃不了那个。他那边你出你出老蒋，手的，别的他不是。然后在我两个没炮蒋，那个攻势那个攻势的好。他摔了他妈一轰。哎，你再出老蒋，这个次序攻上来是。对，这个次序弄的不是的。最起码他局过去防守不了了，你这边一点攻势都没有。挺手一下是吧？这次的攻势啥料？干是啥料？老蒋了还。那刚下压一层马子不好办。走走吧。只能成事，没有第二招。没有第二招，是不是？先打几个局过去，好一点，对对再出脚。我想的是这样，吃不老实讲，我提前算了，想了打过以后，他那个地方没有，他没那么帅。再打过去也厉害不厉害呀？这么厉害，也厉害，厉害不厉害？厉害，厉害的很。事先吃了再说。他他妈还不敢乱动。那是事先给他吃了，他妈跳上去没有奖励性。耶，这是妈，我这个人一绑也可厉害呀。有啥厉害？那绑两步到了，就运动不好走了。对，你没想到那个马厉害。那推到马有钱不能奖励性。你把他事先给他吃了，这个事有啥用啊？那倒是在吃了又吃那个事啊？你又吃了你跑，你俩事都吃了，原因马上不上？你不吃咋上马呢？他现在扣你家，你先站上马的时候，我先找那种马下去。他等我一下，我跳一下。找那种马，人家他坐着竖着抓嘛，咱能直着抓的。竖着抓他跳着了。跳到那儿就没事儿了，是。那真的跑了。你抓马把他抓了。抓马你这儿有桨，有桨，有桨。吃了他们有抓马器，是不是？有好几桨了，是不是？你抢下手了。当时没吃劲，他跳到那儿，你不一个高桨就完了吗？他就换了。你抓马他咋办呢？他知道往哪跳，往哪跳？你接马一桨他走啥？你那边有，你那儿有个马用桨厉害，用桨走吧。他跳不了，他只能跳着走。跳那儿没用，等跑等这个。等跑了，等跑了，连暂时都不要了。上了，上一局，先讲两局，谁想错了？哎，我有马桨，你看他咋桨了？先举桨，举桨有啥？举桨还是马桨？举到底下，桨桨了。你跳马桨他走啥？跳马桨，跳马桨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过来了，快点一，快过来，你喊他飞下，咋办？要啥嘞？啊，不是快。我举桨两下，桨我还等他快起来了。快不好快啊，好像。你这一桨，他就出桨，你推举一桌马。哎呀，你还是飞翔，不中，他带桨了。他带桨你飞翔，把你妈一盖盖子都脱了。呀，你桨了吧就可以。啊，有就不想带一桨了呗。举桨，再带一桨了呗。那下来。举一桨。举桨不能下来。有就踹跑一样。你怎么下下回来了？嗯。飞翔飞翔了。我这是选这个地方。飞翔要的啥来着？咱用马桨，先吧，先吧。啊，马桨比较合理。那是将军，那是举到底下去了。那是举到这个低头举了。举到底下去了，可以吃个中式，吃个中式没啥用的，是吧？唯一的武器，那个外头的。嗯，吃个中式没有啥用，是吧？人举桨他上来，你举再桨上，你跳马桨他出去，你退一桨吃个中式没有用。马桨你也不要高桨，降桨好，高桨正好可以。这他只能快出去。现在才跑两级了，我讲他了，讲你了，太急了。他现在只有那个啥，飞桨了呢。你该要啥的？你该要啥？僵尸。死了，僵的，僵的死，我想想啊，僵的，没人碰，一样给挂着，一挂着都歪了。哎，僵的，现在刮坏了，快下来吧，上来，下来，下来吧，下来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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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中式赛事干奖，你老蒋能进去喽？你现在中式赛事奖，他们不给你看喽？现在开始嘛？十八度奖开始。他妈打把了。你咋了？你这都抓奖找的？中式不干赛事奖？这都没有。他妈搁这窝的。有当着顾问在列队呢。现在两个分儿，一个箱子大了，一个奖的人别都行。举重里头，奖的跑。你现在不知道他肯定多不奖，直接抓跑，别让他能跑到那儿骚扰你。你怎么找多了？多了，你挡得住。你想不想打了吗？想就女孩咬住了吧。躲着跑可以，上了跑。我刚才想过去就咬住了。底炮跑比你快。刚才想你还没反应。你那底炮，你大枪底炮高一点，你上是碰完再要啥？你上枪的时候。不是你大枪他不着地一点，你说上是跳个歪脸马脚啥？你打那个，那个你打去。跑的根本就跳这儿来叫啥？马猴跑叫你啥？一挂式，你在晋江一挂式，就是有啥挂脚啥乱七八糟的，跟着不跑吧？这样能跑多少劲儿？跑多少劲儿？你不中了那是。
起码这个地方好有中餐。你不能吃，是吃不掉你吃了。那没事，那你跟着红炮这没啥了。最起码你跟着他跑。啊，退一张，再退一张啊，退一张，跑再退一张，跑再退，退一张他还是得能去，还得多，而且还这马条这儿可以止住他。那干子干两张，空呗。我还真不敢吃了。再退一张跑。啊跑啊跑一张。泡一箱才能上老家。你上老家，你推人家，还不能上市。哎呦，你干啥事啊？我不干啥事。上市我都憋着了，都上去。上市交了。他妈我拉我。上市也可以。上市憋不住吧？你先说推一张，我推了。我推了。这倒这张吗？怎么了？啊，怎么都推过来了？他是没有红旗款。先点一张。就点一张吧，你一讲，把十块是不是等了？你讲把十拆了，又要啥？又要的啥了？啥呀？他搁到你的讲，讲一讲才十块，只能这样。刚才咋子？什么来着？什么？开始不是啥吗？不是啥？东西拆了，东西拆了。那再会不会？拆了啥？不是啥？回马一讲是啥？讲不是啥呀？回马一讲嘛，当老蒋唱着点儿，讲不是啥呀？回马一讲，回马一讲，东西讲不讲？老蒋唱着点儿。你这边也有啥？红旗有啥？红旗，红旗啊！腿跑一讲。腿跑一江，他成市了。你成了金金马一江，金马一江他出局了。腿跑了，你腿跑一江，金马一江，那把跑啥了？抓了一江了，他哪能没事儿？这跑这江江嘞，点跑好，没有啥了吧？点跑这这还傻点飞机，还傻点红旗了？啥的？哎，你腿跑一江没？老跑一江。老蒋，腿跑一下降，你腿跑一下，你压着下降。老蒋不能下降啊！老蒋不能下。我说那老蒋下降。你那个跑线脚跟啊，你这个。嗯，这都不啥了。这一讲嘞？这一讲他摔上去摔过来。讲一下，跟两先讲一下。他在走啥？南江他挪哪边？咋不讲？他叫什么如意吧？你哪南江的？南江位置回马。先南江回马。先南江回马。回马这都叫真人一个人。他这一上午也这样。那路。我干啥？他没有啥记吧？啥肯定没啥。他没有啥记，没有啥记。南江啊。现在还不能去。你去不了点，点耍点炮。哎，看能不能。你倒马你都讲他了，你讲个倒马。马跳一跳，不是你去离开，你耍不跑了。上跑那个马跑，现在这倒是啥去？他退回来，对，关键退回来。他为啥干了？你不退跑江了？我纳闷。那么先弄先弄俩试试吧。这有点又涨一涨。哎，不犯规，谁都不犯规啊。哦，先可以走两步，然后再说。一下一线，他一降一线。中间一降一下回马。可以降一线。还弄死你！你降一下一回马，我看这个也够危险了。这里。局限了，局限了。他老一江，现在都是老一江。老江城市，江这刚才都为啥不？小江这个是跑啥了？那是肯定的，咱乡里老江。你看把那个城市的金马江还你妈搁这儿嘞？是不是？他死在这儿了。那刚才江你不吓死了吗？是吧？金马江，真能挑死。他如果吓死，推是吧？啊，你金马江真能吓死。江江不，刚才他是跑在公路了。你江他可以颠跑，城市以后你金马江可以颠跑。你颠跑再推马江。三马江。垃圾当然那个垃圾，这压着这一步把脚甩过来，看到底了，对不对？江里要加到外山上甩的，现在还有江，江里要在外山，现在还有两只。中间加，这加到啊，这这会咋子把你？马条是个啥？你白马这把是啥气？这会儿这说是吧？收了这个，收了这个，这门不是啥吗？不是啥？你不啥？我收了这个，不收了这个我就输了啊！这不你可以点下了，你想想你下就可以点下，点收这不好收，我咋感觉？行，下来，你挑马。好，羊下来，上马吧，马七进八。后来不跟跑，还是危险的，还是危险的。他妈上，你根本就跑，你跟他就上到跑前，他到你家没法办了。这种腿，这种老蒋下，老蒋下点行。可以挑马，我就去咬。上马就一想，你挑马后跑。啊。你那讲你，是马后跑。上马接着讲，你别下去，你上马，不马后跑。他那个没反应。没有马后跑。蒋小，蒋小不能下乡啊。下乡。对，这局搁这是弄啥的？点局下乡都中。他就是放内部的，他放内部，这一张都是日了。先上吧，你上你上你上吧，你讲嘛，这太容易了，这啥？上一步还紧跑，你先杀他来了，连紧马一，你连杀了他都不杀了，我不杀了。举了腿了，对吧？杀了，这都不想。我说举腿地，他腿地讲了，一讲了，腿大了，腿大了。腿好了，看着跑，你不能让他跑。腿地血也不大了，马后跑硬了就脱了。对，这回是干嘛？后跑啊，跑硬上的。你把跑踢，把跑踢踢不中，搁这让开，把跑往前前踢踢能打住吗？啊，踢踢都不中了。跑出这啊，体力都不足了，体力咋足呀？将军上将，将军不能上老将，上老将退一将，主力，主力，人家是干了军，对不起，退不去，对不起，不要老上了，叫老将上，将军，不是不是，要赵州将军一个，赵州将，赵州将，八十才将军呢，赵州将，将不来，不能中啊这，赵州将，你没法儿啊，赵州将才上将，先把他拆个软骨洞洞再说。
你压了塔底了。你照一讲，拆一讲，回去一打他的局，把炮给他吃了。哎呀，不讲，气了。是，这没有炮吃了，糊了。炮不敢吃，炮不敢吃，不敢糊了。他怎么也不能过啊？你的局在那能过了？也不，这打你的局嘞，你局在这儿。打局不能倒一家，可以啊。倒一家给你过了都脱了吗？不是给你讲了给你过了，给你过了。少透了吧？人家找你讲，你还找他？啥呀？你他找讲的，你讲的是啥？你有才能有一家了，真的是。你也讲你麻将，麻将，麻将，麻不香吗？不香，不香呗。不香。为什么？大局退局。在这儿讲了，你刚才挑这儿讲多好嘞。顶上有事，他不吃屎去了。这是有事，他不吃屎。啥事嘞？挑那不给屎了？你刚才讲。不是，不是，你挑那一讲，把屎给他一撒，又要他的啥了啊？你大橘子走哪？找麻将，找麻将。叫他讲嘛。挑你给他一吃多了。挑一点。我跑腿一步行吗？跑腿一步啥？你讲。腿吧？大橘子去了。马上挑进去，送给他。给他对，跑腿一你退一步，人家把炮一杀，你杀了我炮，把屎给你杀了。把屎。哦，咱同意讲话。马跳进去，把局给你打都脱了。我跳上去了，马跳上去了啊！马跳上去了，打局了。跳那儿不打进局了？跳这儿可以。跳这儿打你炮了，你也得动炮了啊！你敢吃？反正炮你敢吃？你不敢，你退一步都入了，说不定。这人都不会动了，怎么会中？退局，退局的话，退完一炮扛了。退炮了，把屎给你个屎再扛，再扛你个炮，这下中完了。老马，不上了。他也不敢打炮，也不敢吃炮。这鸡巴一刀关你就甭管不动。这啥不敢？他敢打他的炮，他敢打他，他敢打他。那你也不敢打？他说你敢打，倒也不倒死。哎，倒两步，倒两步，他早晚得倒。你不倒，要是玩意儿放两步就完了。啊，倒两下，看你倒死是吧？这也不得理啊，这个人。这个大药是带响的，起不来啊。他现在还是准备那个了。刚才弄大药，炮炸了带响的。有啥事起不来啊？你带响的，不带响，你别说讲了，真的带响。当兵有真的带响。我这不讲，他靠，他现在准备那个，准备讲一句。我还得跳，还得跳出来。嗯，那妈得出来，还得跳出来，还得跳，还得跳出来。你在那讲你一跳，讲要进来，进去，进去，跳出来，跳出来，啥不老的事，啥不老事，就跳啊。他都会了，那跑还是进来，这跑，这他妈跑给你换了，地上土地上真不好，推得光别扭啊，推到那儿。当时不就是杀青，还打他一步局，再打一步局，你这啊，进啊进二，你这还打一步，先打不了，你这个炮你再我倒吧，接着回来报这个事，接不出来，还打他，现在没法对，刚两人叫你讲不了对调，这个可以，你讲跑对了，你也输了，骑马中兵，打了，炮还是搁到那儿，对，这回你考虑考虑，好搁到那儿，搁到别的马上，往前搁到那个。马口上，你搁到那儿，咬到那儿，你会吗？你咬了，他猜不住你。你要是别的马子出来，那不能。别的也没法儿，他打了，他打了。谁呀？打完一次死不死了？打了，打死了，打死了。不敢打了，谁是假的？不敢讲，不敢讲，打倒一家的。你下来了，我踩马口踩老脚了，你跑了，跑走了，给他打不着你再。打死，你见到叫他倒一家看一看如何。退两步吧，我可能想吃这个。哎，对，烫麻子，吃不敢吃不敢。哎，不敢不敢，现在敢吃。那大不敢。这一烫麻子，干工作还不敢。啊，你烫吗？你烫麻子呢？你烫麻别着。看你是工作，你烫麻把钱又吃了。你烫麻子的赶紧讲。想还想了啥了？这不错，可以。工龄。烫麻烫麻，照明那都搞用了。对，是进一步慢慢好。不敢烫麻子，不敢。工龄吗？你烫麻早都干到了。啊？不敢不敢不敢，都不敢打呀。不敢打。大伙啥事在外头看着嘛嘞？不不工龄。不要先去死。啊。这就万家，这万家你找吗？我跟家妈抱着说，你帮妈继续找的，好吧？你主找那也可厉害，找妈帮你打了，你找爸就坑不了。举马举现在举马住是不是？他还找到了，可是。打一枪不丢了，现在不敢打。不会动的，跟他们俩。能不能？他报个这个叫啥？你看他接。那你跑过去对？哎呀，真的是不得。你跟他是怎么回事？没得说。你外头咋了？你不敢打，你得赶紧把捅了，捅一下你冻着了。你打炮冻死了，跳到这儿，你进来，跳到这儿，那你就可以打了。还不敢打？哈哈，还躺着了。重来一下，他最前头的话，还不还得跑？你的腿他可是干大了，他可是干大了，可是呢，是碰了。好重要啊！对那个条码太不敢吃，要不然都不敢。大伙儿容易跑跑的嘛，是不是？多久会死的？就多久想不想练这个去？多个啊！反正没戏，哥，我们在工中明吧。工中了的，队长，你这小子还不敢打，你现在痛工明，还不？不是都不动，这个傻子都不会动，你管他呢？这玩意儿他能，这个动他跳起来是吧？他啥不都行，他每个都马腿。他除了站站一将了，进敌局，进敌局，
举个放在地上，他看住，不敢扛你，一扛你把他杀死。你枪拿不错了，一个拿个枪把他杀掉了。进去进去，打不过他，打不过他，打不过他，打跑了。再把包一包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再把边停关好啊。大概是。哦，是不是？边停成了，关键是你打不出来。边停成了，我只能进啊，你叫你不能不进。嗯，现在跑跑了。那跑那，现在也不敢讲。你等边停，枪吗？我拿跑枪啊，哎，看中间，看到大老马就敢讲。打的慢，不要不要，你打的还差，你妈还在动，是不想用啊？空气在走起，你来管管鼓嘞。没有空，多中了几步，多吃了一步，多都上不去。排了一下，来吧。排了，他跳，他跳下，他必须走下。你把边兵给他一踩。嗯。除了跳下，跑不起来。除了跳枪，除了跳枪，那跳枪嘛，等于。我叫你一推嘛，我叫你不用骂了，有推嘛，一推嘛，有要啥？推嘛，会嘛，会嘛嘛跳中间枪，他啊，往中间跳了，我中间枪都，中间枪都要啥气了他？等路等路，下一步就走了，边路还是上好的，边路等路，跟边路干啥？直接打边路他不能走，打边路将军，他将军，将军出来了。谁了？将军出来都转动，都有大兵出来。大兵，大兵啊！大妈，大妈了，大妈就讲了。大妈，你今晚好错一错，可能错开我。反正是错不开，你也就让路。大妈也是来说错。啊，你当不住人。错开的那一步吧。那冬兵没用，那冬兵就不杀。你错开跑还有点事。大妈，你直接分到八路上，分到二路上也行。直接来说错了，直接来说事。你搁那，那让你讲不了了。你直接讲了，你走到大边儿，他也是往那走。嗯，有点儿样，大边他们对炮有。你要看到那人家举起枪的，举枪上你下一马给他一条油要了啥的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哎，你跑一样还走啥？啊，他跑一走，这举针腿，腿一样一上马。你那还不下了？枪里一会儿要贼好了，那叫马是不是？总是这么下的。你这硬啊，你马跑三匹，确实硬。骑马强了，这种骑跟兵没啥关系，这种骑不是说别人。跳马一样，这种骑两边都有杀气。跳马一样，他就下去，下去举刀一样嘛，硬了。有马强，有马强，这边你下去刀一样上不去了。啊，这都没关系，这刀一样嘛，没啥，没啥，是没啥。直接扣地啊！直接扣地不是他屁股不是还僵吗？那跳一样了，啥僵硬？跑，咱飞下就马，飞下不？能飞下？啊？再跳马不能冲回下？这个就不能倒了。你先要杀他？人家杀老将，你要了啥了？你倒了？他上老将，他在走气啊！啊！你不要人走气？你要不了啥呀？你这个是打边的，要不了啥？帅不了。你这不是要啥都是要啥的？那不是要啥的？金地局是要啥的？把炮甩不了都是。都甩到这儿。把炮甩了都是。都甩到这儿。对。你一将，你甩炮，他都完了。啊是。一甩炮，他还能将他又下不去。你刚才一个过来杀他，过来杀，他的气都不好办。你进敌局杀他，他在上老将，你又扣他一枪，回马又一枪。这个不是啊，先刀一枪把他对炮。刀将还对炮，有个对炮也。先举过来。飞下一步。啊，我现在好像也只有去对了。冲！你别好把人捅一枪，上来。你啥手艺啊？你马上要点香，点香，点香，香，点香。因为这是一把，那还有个香了。他要是一个香了，那你得劲儿。就说没有了，反正。你先看了这步杀气，先对。这个啥呀？都到一家没地方去了，只有上头。跑还是走？跑的。你推马一将，他进来。推马将叫啥呀？推马一将。你推马将进来。会马将，我想你把箱子杀了。你会马将，你拿着罗箱。进局要啥嘛？你会马没有杀呀？进局杀他嘛？进局他咋办嘞？只有上去扣一将、攻一将，你都弄不死他。这没有变化，可行。进局就老将出来了，老将跟哪多了呢？一会儿人家老将出来了。谁呀？我哪出来了？谁老将跟这哈儿出来了？这马蹦一将，局打一将，你不老将不就出来了？人家老将咋会出来了？先要啥你？你马蹦一将啊？马蹦一将，罗箱局打一将，找你一将。找不了，咋找不了？找将给你吃了，用麻了，找不了。我第三将不上，就是嘛，上将老将出来了，我说老将能出来吗？我第三将，三将把炮敲了。我说老将能出来吗？人家先要啥你了？你走啥？要跳马将嘛？啊，跳马将，跳马将。就落地了，先打。你下地了，跳马将嘛？啊，跳马将。罗翔，这是攻一将，找一将。找将给你吃了，人家举在这儿，你都找一将了？你举头上戴钢盔了？啊，你在这儿了？找一将啊？
啊，这些退居都出来了，住了。你进城硬气了，进城上这场我来住了。怎么硬过了？看你了，上不硬了？硬啥硬的？钱也白花，钱收不住了。冰块，冰块的，缺啥的？缺啥？干不干？老干，我都直接。